昨天已經講過，我好理解香港市民喺呢件事上嘅睇法。我認為呢件案件係有疑點嘅。喺一國兩制嘅原則之下，我作為行政長官最重要嘅責任，我重新講就係維護香港市民表達呢種睇法嘅權利。我好相信內地當局好清楚香港人嘅意見，我亦都可以講俾你聽。我已經向中央反映了這個意見，我很相信當局會嚴肅地依法處理這個問題。